大家好，欢迎来到艾门享受健康系列的频道，我是享受健康的艾门。许多女性在追求减肥时，有些人可能只吃蔬菜和水果，避免摄取任何油脂。然而，这种极端的节食方式可能会导致身体缺乏必需的脂肪酸，而这些脂肪酸在合成动情素和泌乳激素等荷尔蒙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旦缺乏这些必需的脂肪酸，荷尔蒙分泌就容易失调，可能导致月经量减少、经期延迟甚至停经的情况发生。不仅水肿让体重上升，心情还很容易烦躁，长期甚至有提早更年期的风险。在寻求减重目标时，应该采取一个综合的方法，包括饮食控制、适量运动、睡眠和压力管理等，这样可以帮助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同时促进身体的整体健康和荷尔蒙平衡。饮食方面，可以选择均衡的饮食，包括摄取足够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和健康脂肪。蛋白质是组成细胞和组织的基本结构单元，对于肌肉发展和维持饱足感非常重要，主要选择鸡胸肉、豆腐等优质蛋白质为主。碳水化合物是提供能量的主要来源，为了肠道好吸收，可以选择适量的白米饭来达到均衡饮食。蔬菜和水果中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维生素与矿物质，有助于消化系统的健康运作和饱足感的维持。可以选择绿花叶菜、地瓜叶、龙须菜、秋葵、苋菜、芭乐为主。健康脂肪可以选择橄榄油、鱼油和坚果，有助于维持正常的荷尔蒙合成和平衡。适量的运动是健康减重的重要组成部分，减重初期可以搭配快走，帮助消耗卡路里，增加新陈代谢率，同时有助于心血管健康。减重稳定期后，可以搭配重力训练增加肌肉质量，提升代谢率，帮助塑造身材。适当的运动可以提升身体的整体健康状态，同时有助于维持荷尔蒙平衡。除了饮食和运动外，也应该要重视睡眠和压力管理，不良的睡眠习惯和长期的压力可能对荷尔蒙产生负面影响。确保每晚有足够的睡眠时间，建立规律的睡眠时间表，可以促进身体的修复和荷尔蒙的正常分泌。同时学会有效的应对压力，如通过冥想、呼吸练习或放松活动，可以帮助维护荷尔蒙平衡。此外，还应该注意减重过程中的速度和方法，过快的减重可能对身体产生负担，影响荷尔蒙平衡，建议逐步减重，每周约减少 0.5 至1公斤为宜，以确保身体能够适应和调整。快速的减重将导致肌肉流失、营养不良和代谢率下降，这些都会对荷尔蒙的正常运作产生负面影响。最后，在追求减重目标时，应该保持耐心和对自己的身体有正确的认知。每个人的身体反应不同，减重的速度和效果会因人而异。重要的是要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以长期的视角来看待减重，而不是追求短期的效果，这样可以确保身体健康和荷尔蒙平衡的长期稳定。不过最好的保健方式应该是可长久持续而健康的，每个人的身体和需求都不一样，建议咨询我们的营养师或健康专家，以获取个人化的建议和指导。根据你的目标、身体状态和饮食习惯，制定适合你的健康计划。那最后祝大家都能够轻松享受健康，谢谢大家的收看，我是享受健康的艾门。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按订阅频道，别忘了开启小铃铛，才会收到最新通知。